三個中產黨，今日咧我哋就會講下咧呢一個黃遠輝領導嘅土地發展供應小組就開始放風出嚟，因為我哋錄音嗰陣佢未正式公布啦，咁但係已經向傳媒放風啦，就話有幾樣嘢咧，佢哋卒之咧整合咗民意，就可以有列出八個優先選項。咁有邊八個優先選項呢？咁都係短期同埋咧中長期嘅。咁包括有呢一個嘅短期加中長期，即係所有啦。唔係，仲有啲係未定嘅，有啲佢個規劃，仲有啲係未有期限嘅，嗰啲就唔計埋落去嘅。咁啊，包括有啲咩呢？包括就係有，不過你嘅質疑係冇錯，等我講埋你就知啦。包括有棕地啦、農地啦、高爾夫球場啦、維港以外填海啦、東大嶼都會填海啦、岩洞同埋地下空間啦、內河碼頭同埋新界新發展區。佢哋講咁多，你不如話俾我哋聽，佢原本有諗過。唔係呢個就係邊啲冇剔除咗嘅？呢個就係好笑嘅地方啦！我心諗緊，我哋成日喺呢一個嘅新聞度聽嗰啲爭辯嘅選項取捨，唔係就係呢幾樣咯。咁當然都有剔除嘅，咁剔除咗啲咩咧？啊，剔除咗重置同埋整合佔地港嘅康樂設施，咁我唔知包括啲咩叫佔地港啦。咁我當係啲乜會嗰啲啦，高爾夫球會啦，高爾夫球場就另外計嘅。呢一個咧就係佢嘅諗法嚟嘅，係啦。咁啦，私人康樂措施係公共康樂措施先，即係冇講。任你香港好多嗰啲乜會嗰啲係好離譜嘅，霸曬最靚嗰啲地區，然之後咧就跟住就冇人用嘅，係即係你會想嗰啲係一定要即刻沒收。而家就剔除咗啦。係啊，嗰啲因為嗰啲即係啲權貴係有privilege。即係我覺得權貴係應該嘅，係，但係要俾錢。但係總之依家就剔除咗啦。要俾錢，好啦，未講完，再講埋先。仲有咩咧？嗱，郊野公園嘅邊陲地帶諗住有兩個試點嘅起樓咧，就剔除咗啦。咁仲有啲咩剔除咗咧？葵青貨櫃碼頭重置同埋發展葵青貨櫃碼頭上蓋又剔除咗啦。發展現有運輸基建設施嘅上蓋又剔除咗啦。咁仲有就係我哋講話呢一個船灣淡水湖作呢一個新市鎮發展咧，都係剔除咗嘅。咁從來呢幾個都係比較騎呢，冇乜人討論嘅。嗱，總括嚟講啦，我先講個簡單嘅評語，等間你哋再講啦。嗱，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有剔除嘢嘅，就係剔除咗呢一個嘅郊野公園，咁咪最多人爭議啦。好啦，咁另外葵青碼頭嘅上蓋或者重置葵青碼頭咧，都係剔除咗嘅。咁而他哋依家嘅傳媒最主要集中去報導咧，就係呢一個嘅高爾夫球場。咁但係個問題就係高爾夫球場咧，呢個土地供應發展小組咧，佢自己唔知點解會諗咗一個方案出嚟，就係先去拎32公頃起住樓先。佢話呢個地方咧就最容易規劃同起樓噶啦，10年內就起好噶啦，剩翻嗰100幾十公頃咧。就要留翻整體去考慮。咁佢諮詢嘅時候好似唔好咁講喎。佢徵詢嘅時候係冇講過呢啲嘢㗎。佢而家自己諗出嚟。咁我哋嗰期諮詢完人哋話咗俾人聽，佢先諗到啊嘛。唔係，佢個問題係乜嘢咧？點心紙都個問題就係嗰個問卷都冇得俾我畫個建議書喺度。係咯。咁點解你剔完人哋啲民意，你可以自己諗到一嚿獨立嘅嘢出嚟嘅咧？咁但係有啲可能啲社會人士同佢遊說過，咁你講得好啊。咁呢嚿嘢填咁多文件把妥啊！原來有啲社會人士俾啲建議你，你就會攞咗嚟用嘅。但係咧，有好多嘅問卷嘅資料咧，你就可以 ignore 嘅。喂，咁其實我覺得即係彎翻轉頭啦，這個土地供應小組嘅報告其實咪反映咗呢個土地供應小組根本就冇差用咧？點解我冇差用呢？喂，你諗下依家黃遠輝話佢點樣得到呢個報告出嚟啊？佢整合咗60,000份問卷，將12萬條嘅唔係120萬條嘅資料咧質化咗定量化咗，然後係質化咗好似，然後咧再將佢整合成150個嘅即係參考嘅數據，150萬個參考嘅數據，好勁喎！我真係即刻諗到呢個嘅結果一定唔會有結果啦。喂，你將所有嘢整合埋一齊，就梗係呢樣又有，嗰樣又有啦。咁然後我就想問，咁點解你唔搞民調呢？哦，然後調翻轉，你攞咗呢啲資料之後，你會自己諗咗個結論出嚟，話不如嗰個郊野公園起一嚿啦。咁結果去到最尾就係，喂，原來你搞一大堆嘢，你嗰個方法咧又得唔到結論，而
而你得個結論又不是根據個方法，咁佢又做咩？搞嗰啲咧？誒，咁唔緊要。係。誒，我覺得呢個我首先係我係一個叫密地鷹派，係密，即係佢啲因為本土人又寫密地夾派，所以好憎啲你哋夾派。點解佢係密地夾派？我覺得即係佢唔係佢都唔想密地四百公頃夠啊嘛，係啊，我揾一萬公頃先夠，咪鷹派咯，明唔明啊？佢哋嗰啲密地反對派，即係喂，佢唔係唔密啊嘛，佢唔係零啊嘛，佢四百，咁所以唔係話佢密地夾派、密地鷹派，咁所以對於所有。我都同意第二講關於呢個問題，其實就係、是大家都覺得原來其實一早原來唔係一早係整咗出嚟之後就發現原來其實黃遠輝個套密嗰個小組係已經俾阿林鄭閹割咗噶啦。大家都唔係聽過呢樣。唔係呢個最好笑係咩咧？佢話我哋咧雖然就建議咗呢一個嘅政府用呢一個嘅高爾夫球場起樓，不過咧如果政府唔同意咧，佢哋自然會解釋。咁我真係心諗，你自己都預咗你推出嚟嗰樣嘢會俾政府 ban 嘅喎，咁你搞呢嚿嘢我嚟做乜嘢咧？佢嗰度講話填海嗰度點講啊？因為林鄭個嗱佢話咧同佢嗰個諮詢過唔有啲唔嗱，我又覺得好奇怪嘅填海咧，佢就話我哋先支持咧就係、是一百公頃一千公頃嗰個填海啫。林鄭嗰個咧，佢就話我哋備案、可以作為參考。咁佢喺呢個諮詢度。這個建議入面是有東大嶼填海的，但是這個東大嶼填海可能就不包林鄭擴張了那個版本。The very beginning 是一千的嘛，那就原來講回原來那一千，後來因為那個什麼叫做那個叫做私有，不是那個叫團結團結基金，就說二千二百，那時候林鄭就中間落墨，就不知道變成一千七還是什麼，就變成一千七這樣嘛，那所以其實原本是一千，他們原本追了 offer 一千，去回原本的時候那個想法，那我都贊成一千的，因為雖然我是很鷹派，就是這些叫做逐步嚟啊嘛，即係好似你唔係，其實一千係唔單單講緊大嶼山嘅，佢其他嘅地方填海都包埋呢一千公頃嘅。咁林鄭追加嗰啲咧，佢就避息，就係等政府去決定。咁我其實都唔想斟酌喺嗰啲細節度啦，即係我最主要我即係總結翻土地供應小組嗰一樣嘢，覺得好即係我好睇唔起嘅一樣嘢就係、是，喂，你黃遠輝當初接咗一個 project 嚟，你究竟想點先？如果你話我接咗呢個 project 係為咗幫政府籌措一足夠嘅民意去推動一啲土地供應嘅，咁你好明顯冇做依樣嘢咯。即係喂，人哋林鄭當初安排呢個 project 俾你，就係你整合翻啲民意，幫助政府喺推動土地供應去爭取填海啊其他嘅爭議嘅嘢嘅時候順利啲啊嘛。喂，最尾你得出嗰個結論，原來係同呢個政府唔同嘅。好啦，唔緊要，調翻轉講，你話喺企喺市民方面。喂，你有冇幫呢一個市民去提出翻佢哋對於呢一個嘅土地供應各種嘅疑慮啊？譬如棕地，喂，你而家棕地話要發展，咁有冇傾到賠償問題啊？有冇講到土地收回條例嘅問題所在啊？搬遷嗰啲有冇講啊？喂，完全冇講嘅喎。咁講啦，黃遠輝咧係一個悲劇人物，係佢嘅狀況就係、是、咧，你當去到嘅時候係老細唔撐你，咁你點會撐老細咧？即係嗰個問題嘅話，唔係你應該最初開始講，喂老細揾你做呢樣嘢嘅時候，你冇諗過老細想點嘅咩？係，即係呢樣已經冇諗過。但係問題就係老細都冇撐過佢啊嘛，都老細都從來冇同佢講清楚。喂，其實我想咁啊，喂。僆仔，即係你而家覺得係林鄭問題啦。喂，林鄭，你安排佢做依樣嘢嘅時候，你係咪應該要暗示俾佢聽，我想要啲乜啊？你冇暗示人哋搞樣嘢，唔依你嘅問題咯。亦都係成個管治嘅問題。你應該要揾一個心腹去做嘅。但係你又冇心腹，而且黃宇輝做開，你唔可以飛向黃宇輝，因為如果飛向黃宇輝嘅話，你就會有一個政治問題。咁結果咧，兩個行出嚟咧，因為黃宇輝又費老細又唔撐佢，都唔知做，都唔知點做，為求 Q 期做樣嘢出嚟。而且林鄭就其實就唔 Q 理你。喂，大佬，咁你話出？出到嚟行出嚟，團結香港基金有面啦，定係你嗰、那個乜土地供應小組有面咧？出到嚟，大家睇一睇一看，喂，嗰、那個即係真係話到事嘅喎，咁咪做嗰樣嘢咯。即係成件事係一個政治問題，定政治問題嘅。咁你講嗰、那個，我哋都講埋先。講埋先，因為你人哋把聲唔好，我知咁呢樣嘢嚇。咁 OK， 咁個問題就係、是，亦都係問題。其實香港講土地密地，使 Q 講咩嘛？大家都講立場嘅啫嘛。嗰、那個四百公頃，使大家講土地，今時今日講香港講土地，無論係反轉派、建制派，有冇人真係分析過嗰樣嘢嘅可能性先？哦。咦，唔係喎，我支持嗰班人出到嚟，我幻想出嚟嗰樣嘢就咁做噶啦嘛。今時今日講政策，邊度有人真係研究過政策？我幫黃遠輝講翻句説話啦，因為
我啲朋友喺個小組裏邊嘅，咁佢成日都話邊個雷鼎明？你估下啦，咁佢就話係即係好勤力嘅佢，即係差唔多場場都去嘅佢，即係做諮詢。呢啲咪董建華式嘅悲劇人物咯。咁但係佢最單獨，我諗做到兩樣嘢，係幫到政府啊，幫到社會嘅。一個就係話，哦，原來好多人真係話高爾夫球要喐嘅，咁因為佢做咗民意出嚟啦。咁另外就係好多人覺得唔想要呢一個交易公園嘅，咁佢又做到呢幾樣嘢咯，係做咗呢兩樣嘢咯。但我又唔明喎，咁點解葵青貨櫃碼頭佢哋會剔除咗咧？即係究竟我喺我心目中啦，冇人反對呢樣嘢嘅喎，所有人都應該係覺得呢樣嘢係可以探討嘅喎。咁係碼頭邊個係 boss？ 咩啊？邊個係老闆咧？邊個係 boss 啊？咁你話咧？咁咪超人？咁但係李嘉誠依家鹽田都有咩咯？咁同埋我要重置啊，肯定有賠償㗎啦，冇理由佢會托手爭嘅喎。咁如果你咁樣講嗱，我假設我陰謀論聽我講好似係佢哋夾硬攝落去，係啊，即係佢哋想嘅喎，好似你問我咧，如果用跟翻周顯大師嘅角度嚟講，只有一個可能，咁又即係話原來佢都唔係反映民意咯，即係如果呢嚿嘢，從來你聽我講，從來第一所有嘅政府嘅嘢都唔係反映民意嘅，只不過反映佢哋係唔係反映民意，反映佢哋想反映嘅民意，應該係咁，係反映一堆有錢佬。同埋中央政府嘅角力嘅啫，即係中央政府想 move 啲嘢，但有錢佬就唔俾佢 move。而反對派反對啲嘢，亦都唔係講咩。總言之，喂，之前咧就反對咩重遷啊咁樣嗰啲，喂，之前佢哋保護中地喎，而家照中地優先啦。喂，大家冇人記得嗰啲嘢嘅喎，係咪先？即係冇原則㗎嘛，冇原則係啊，佢嘅反對即係大家都係一個政治角力嚟㗎嘛，即係地香港土地從來都係政治問題嚟嘅，而唔係一個咩問題嚟嘅，係咪先？啱唔啱啊？咁啊個土地問題嗱，咁啊再講翻一樣嘢啦，即係我對於黃遠輝嘅評價啦，唔係我咩？我對於黃遠輝評價咁頭先啊 ，Kevin 講佢好勤力，係好勤力，但係佢咪就一個壞鬼書生咯。即係一開頭，其實我接觸過阿雷鼎明都有啲類似嘅諗法，佢覺得喂，我哋而家孭住咗一個好重要嘅債務身啊，我哋一定要絕對客觀嘅角度去看待呢件事噶。咁結果你絕對客觀嘅角度看待，咪就兩邊都得失咯。你既滿足唔到，譬如本土研究社嗰啲所謂對於中地啊、農地啊，佢哋嗰個回收政策嘅解決方法，你亦都滿足唔到林鄭認為一定要推呢一個東大嶼計劃。而我覺得最悲哀、最悲哀的地方係咩咧？喂，而家黃遠輝竟然係變咗民間英雄，變咗民間英雄，變咗周永新第二，即係號稱嘅人話佢個原因就因為佢唔聽林鄭講。但係一樣嘢喎。其實黃遠輝都冇將佢心裏邊嘅夾硬講出嚟，即係佢到最後出到嚟嘅都係一個為頭為尾嘅 compromise 嘅 project。唔係咁，起碼佢都講呢個高爾夫球場同埋唔要呢個郊野公園咧，都有少少吉屎嘅。小組做嘅嘢係反映民意噶嘛，唔係話佢哋自己有睇法噶嘛。高爾夫球場用咗少少啫。嚇，唔係依家佢話後邊嗰啲要整體考慮，唔係，但係我嗰個諗法就好悲哀，就喂點時香港，我哋會將一個人當做英雄？是因為他跟這個特首說的話有不同，那就是英雄呢？喂，我不覺得是這樣的嘛，我們的要求低成這樣。喂，你問我，如果黃遠輝真的是一個英雄，他就應該跟我們說清楚，究竟現在政府提出的土地供應方案，有哪些是可以實行得到、實行不到。而不是你純粹說我現在民意就覺得這樣就可以，那樣又可以，跟著他自己又僭建了一塊東西，不如土地這個高爾夫球場呢就先起一點，然後我覺得在這個社會沒什麼爭拗的貨櫃碼頭就完全可以在這個的建選路上揭穿了，即是究竟這個人為什麼會無端端變成英雄呢？我這個才是最拗頭的地方。不是應該這麼說好不好，其實現在你說的英雄，因為你實在呢受到這些叫做黃絲傳媒啊，影響太大，即係至少咧，有好多藍絲傳媒咧係冇視為視為英雄嘅。咁而黃絲傳媒是無端端捧出嚟嘅英雄出嚟咧，都係好 accidental 嘅。譬如曾俊華都無端端變咗做英雄，喂，明明係建制派嘅，係咪先？即係都好笑。呢期不如講句咯，係啦，即係喂，曾俊華都嚟講，曾俊華本來就係一個藍絲，即係唔係藍絲，即係個建制嘅人物嚟嘅。佢左睇右睇，前睇後睇都唔係咁，突然間捧做英雄喎，即係。問題就係捧到，大家又接受又 buy 啊嘛。同埋依家成日都講香港，即係最尾啦，我講一講，即係成日我哋話香港一個民粹社會，你睇翻依家啲報道真係好民粹，所有人淨係集中喺高爾夫球場嗰32公頃度。喂，而家講緊我哋政府係欠缺緊幾多公頃啊？係以千計啊！如果我哋唔係好多研究社，我話係1萬億，係唔係1萬公頃？我話1萬公頃。你哋點解所有嘅媒體報道都淨係集中喺32公頃度啊？人工島
冇啊！佢哋都冇講。今次冇，今次呢個土地係因為政府話個俾咗市民一個睇法，就覺得政府唔撐，因為政府唔撐而土地供應小組撐，所以呢個就變成咗頭條啦，變成咗聽日所有報紙都會賣嘅嘢。喂，大佬，人哋有八大選項㗎。點解你拎個最細埃嗰嚿嘢出嚟講？你唔會講下嗰一千公地填海，你唔講嗰啲我係從來冇接觸過嗰啲咩內河碼頭啊，咩地下用途係咯，我真係唔知啲。點解香港嘅媒體係可以民粹得咁緊要，而集中討論嗰啲都係雞毛蒜皮，純粹係因為唔啱林鄭聽，所以你就將佢大步突破咧？因為咧，而家即係做媒體嘅就好似做即係電影宣傳咁，你都係攞一個鏡頭出嚟打個特報。如果唔係你點播？你講八項，你點寫啊？你點寫啊？你一定要集中一兩樣火力去攻嘅，係嘛？但係最係最好睇嗰樣嘢，其實最影響唔到大局嗰樣嘢咯。但係冇所謂嘅。係好，呢一節去到呢度。